常见一混词语辨析，这个读什么？必须。这个呢？必须。两个词语的读音是都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只有后面这个字不一样。我们说这个必须后面加动词，一般加动词，这个必须后面加名词，一般加名词。好，看好这个，一定那样用必须，就是我这件事一定要去那样做，我们用必须动词，对不对？一定那样去做，做是个动词，是个动作，所以我们加必须，也就是必须的后面加动词。必不可少，这是我们必不可少的一种东西，一件事物，我们用这个必须，所以必不可少用必须。好，我们看这个例题，我们必须选哪个必须？第一个，我们必须要好好学习，学习是一个动词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定要那样去做的，我们用必须。好，因为知识是我们必须，选哪一个？第二个。哎，因为是必不可少的，知识是我们必不可少的，我们用第二个必须，对不对？好。抖音。